哦，说到了，说到了，哇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GG 爆炸了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生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节目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空岛战争啊，那么有时候这个运气啊也是实力的一种吧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OK，哎，我们还是这张图，我们选打火机了啊，我们选打火机，中间自保一下。哇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那么我觉得吧，其实这个打火机职业还有一个优点啊，就是最，以前说过吧，好像就是最起码的装备保障吧啊。其实铁熊点的还是相当的强，特别是在普通模式里啊。那么在这个防火这个职业的话呢，在这个疯狂模式也就不好用了，因为他们会有这个……没下去，下去，哎，起没下去。那么在疯狂模式里的话呢，哎，他就会有人，他们就会有防火 buff。哦呦，卡方块里了这。哎，我剑扔了这。啊，我的剑呢？这，你有剑吗？你还有剑吗？这，我怎么把剑给扔了这？这尴尬呀、啊！这个神尴尬了，这我回去找找看啊，这尴尬了，这就我的剑呢？好像还在这里啊，看看啊，哎，这个好像也要过来，小伙干什么呢？我打过来了啊，我要过来了，哎，挂机的吗？哈哈，挂机的原来是这个，就爽了。好，下去了啊。OK，来大中间。哇，还升级了27级，不错哎。来，方块多一点的换上来啊。哇，中间一个大神装了，我的天，还是个石头人，吼吼吼。哎，他被夹击了，他现在就很尴尬。好吧，希望他没有看到我。OK，果真没有看到我。来。得找个机会去中间了。OK，过来喽，过来喽。哎，小伙，撅着屁股干什么？找打！哈哈。OK，哇，这个 combo 真的是太爽了。来，这个，哎，过来了。哦哟，没血你还敢往这里冲？GG！哈哈。OK，这张城堡图啊，其实也是挺喜欢的啊。我们还是选打火机。对，好像扔早了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哎，我们拿上我们的皮革小帽子和鞋子啊，这个垃圾装备真的是受够了。哎，哦，锁链后腿，我的天呐，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打打火啊，打打火。哎呀呀呀呀！OK 啊，我们可以去这个中间了啊。你看那边有个人，没事，他好像没有看到。哎，他好像看到我了，好像看到我了。我们搭的稍微宽一点啊，来。你哎，果真有雪球扔过来了！天呐，他这个精度的话，其实也扔不到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呦呦呦呦呦，好险！他好像都扔的偏低啊！来，哇，疼！哎，这里有人了，那我们去下一个啊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不知道干什么呢？看看啊，这都有人了，我的天呐！来，我们下去看看，哇，下面打起来了，爽！哎。呦呦呦，躲水里了，0滴血，哈哈，叽叽，不，装备都掉下去了。哦，保护4没人拿，这个好哎。看这里呢，天气，把天气拿上吧啊。OK，OK 啊，哎，苹果，OK，苹果吃一下，总感觉上面还有人呢。来听，哎呦呦，每次这旋转跳都跳不过去啊，这。这都没有人呢，怎么？人呢？小伙子们还有这么多人呢，一个人在自己岛上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这有些图啊，就是比较好啊，也有些图就比较恶心。哎，来一个，哇，裸妆小伙，天呐！哎呦天，好卡，好卡，这个人。哦，OK，干掉啊！好像还有双鞋子是吧？头盔、鞋都有铁套了，爽。
我的天呐，好险！OK，干掉哦，他是打火机职业啊。但是好，弹宝三，好有把力量弓。OK，换三号位啊，就是做一个木头人了。哎，他也把自己给弄起来了是吧？哈哈，没关系啊，我不怕火，反正我也是防火了。来，让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呀，小伙，哇，它里面全都是眼睛，哈哈哈，哦，天呐！啊，我是这个，我也是打火机职业的啊，没用的小伙，天呐！就算你不是打火机职业，也能用这个天气炸死他啊！哎，让我们搭过去，没看到我，他人呢？怎么没看到我？天呐！看看这个，苹果，换上来，差不多要硬刚一波了啊！哎，搭宽一点，哎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再搭过去啊，搭过去。哎呦呦呦呦！关键不知道他人在哪，万一在从侧翼来个包抄偷袭，对吧？这个就很尴尬了。哦，果真，你看在这边，哎呀！天呐，你居然敢这样下去？不会吧？不是吧你？不是吧你？还想上来？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给你稍微送温暖啊。你反正你们家过年了，对吧？哎，给你送点鞭炮啊，送点鞭炮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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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点都点上，都点上。哎，给爷点上。哎呦，天呐，炸过来了，这他人呢？来这边看看啊，他人在哪里？嘿，下去，连接了。下去了，GG。OK，这张图啊，最喜欢那张图。我们玩玩别的啊，看看，还是打火机吧啊，打火机。哦，OK，东西都拿上，我看，哦，视野是100啊。对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里，哎呦，天呐，呀，最近感觉手有点生啊，不知道，可能是好久没有玩了吧啊。来，鞋子什么都换上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OK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给我们去中间了啊，去中间，哎，都没有人呢，哎，上面有只青蛙，哦，天呐，那边还有个钻石头，哇，这个不好弄啊，然后钻石头好像是个裸装，没关系，我们开这个，好吧，这已经开过了，天呐，这个，喂、哎。哦呦，咱们追啊！一路呢，我们就要这么打火，打火什么？哎，这个小白，天呐，他们人都去哪儿？现在该找人了。哎，就是你了，这里。啊，这都不要了，就不要了。哎，那有个钻石头。哎，他不下去，他不下去。这，哇，咚咚咚咚咚，哇，你，哦呦，好卡，哦呦，天呐！天呐天呐！哦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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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险！好人在射我，天呐，躲一下啊！让我们去凑个热闹。哦，好吧，都是，好吧，一半血吧，应该是，应该就是你吧。希望他已经没有力量了。不要上去，这个不要上去，容易被那个啥的。哦呦，打不到他，这。哦呦，天呐，好险好险！一颗半的心，哇，哈哈，一颗半。天呐，真的是好险！我们稍微躲一下啊，稍微躲，就我最低，天呐，6滴血，20滴血，9滴血，哇！看到他了，就是你，他就哎，他不往那边走，这小挺能跑啊，这。
哎，好的，终于下去了。天呐，Noob，哦，这张图我们选这个金剑了啊，你选金剑了，看有没有人冲中间呢？没有啊，我们走。哦，这个极限跳没有跳过去呀，好像。来来来来来，看看这，哇，这个箱子还不如不拿呢，真的。我的天，来来，看我们往上面走了，我们就。哎，小 Big Fall，看什么呢？哎呦，差点掉下去。这，他自己跳去了。哇，没装备，天哪，好苦啊！这个还有骷髅弹，哇，这个没装备真的好苦啊！哇，看那边，我也找他啊，来，把你衣服脱给我啊！哎，好像还是个新人呢，我给两下就干掉了啊！哎，反正不是幕府，看错了，天哪，上面还有人，我们先回家拿装备啊，回家拿装备，天哪，居然都没装备了，这个很难打。OK 啊，这个堵上，哇。只有稿子、衣服、外套，哇，天呐，皮革套啊！我真的是不知道皮革套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，对吧？皮革套防御力那么弱，你说生存初期这牛也不好找，本来就是少，还要杀牛做皮革套，哇！来，我们这里就搭到这个中间去了啊，木头可能会不够。哎，那边还有个人。哎，奇怪了，嘿，那人挂机呢吧？看他干什么呢？他干什么呢？给我们来中间了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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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掉下去，还卡了一下，还弹了一下。这，我就得先把这个给搞定了。哎，看他就是那个打火者职业的啊，不怕火的那种。我就怕之后他把我给丢下去，这才是真的。哦呦呦呦！天呐，哦呦呦呦，哇，连接了，哇哈哈，哦呦，我连到天上去了，哇，好好好好，哇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穿起来，穿起来，哇，装备一下就起来了，来，再吃一个苹果，哇，天呐，这才是我想要的连接嘛，对吧？那个什么无击退的怪物真的是太恶心了，啊，铁剑来，附个风铃，哇，真是风铃，我可是风铃小伙，哎。天呐天呐天呐！哦，GG，哈哈，被我压到树上打去了。啊，这张图的话，我们还是选择打火机啊。来，又没武器，这个就很尴尬。幸好他是钻石头职业，不会冲过来，那就挺好的。来，这里雪球拿上啊，手有点生，哎，好几天都没有打了。来，我们可以去这个隔壁了啊。来，走。去隔壁喽！哎，他看到我了，天呐，干什么呢？打招呼，抱歉啊，不组队啊，不组队啊！他扔鸡蛋给我，天呐，我不要你鸡蛋，我鸡蛋比你多，你信不信？那这我好不好？只有16个鸡蛋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小伙，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天呐，感觉舞蹈好严重啊，这就是打不中他那种，而且我感觉自己瞄准也变渣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哈哈。OK，打一下啊，看能打成什么？打这个保护伞铁胸甲，哇，这个就爽了。钻石头也换上啊，这个铁剑锋利，哎，哇，神装了，你看，就差一个裤子了。OK，该放起来啊，银将多放一点，然后铁针呢，一定是要带走的。OK，我们走。哎啊，准备东西了。来，你去中间了。还有3个人，估计都是神装。吼吼吼！哇，7滴血！天呐！哦呦，天呐！我先躲起来。让我干什么呢？哎呦呦呦！哦呦，连击了，GG！哇，梦影珍珠它没飞上来。哇哈哈哈！这还说我是挂。打不过就会说挂吗？我天呐！那人躲哪去了？躲那个山后面了。我一过去，他肯定是要把我给击退下去的啊！
哎，你看就在那边，就是你。OK，走喽！想雪球扔我，小伙，哇，他，哦，我灵机了，吼吼吼，哦呦呦，哇，听他脑袋转的，GG，哦，最后一颗星，hack，hack 你个头！OK，这张图啊，我其实我并不喜欢这张图的，啊，哎呦，天呐，天呐，看这个后面箱子有什么？哎呦，好东西哎，好东西哎！天呐，升装了，立马就，哇，OK，木头换起来啊，OK，走喽，哎呀，跳上来，哎，走喽，哎，我看已经人去中间了，吼吼，啊，不管那边，我们直搭的话会搭得快一点啊，天呐，来，你再搭一点，不要直接跳过去啊，这个可以跳了，来看箱子里，这没东西了。OK，那我们就哇，中间，哎，是个裸装，天哪，那还慌什么？直接走啊，对吧？来打了火，打了火啊！小裸装你上不去了，要从这里垫上去。哦呦，天哪，好疼啊你！啊，天哪，这还有一个，哇，皮革套。哦呦呦呦，OK，干掉啊！哎呀，天，OK，我们走。哎。这个是手残了，来，我们搭上来。OK，咱们开上面的箱子啊，上面的箱子，然后顺便整理一下装备啊，还有力量一的弓。OK，好，金剑，哎，OK，就差一个那个啥铁火腿了是吧？啊，就差个火腿了。现在皮革就皮革了吧，毕竟柔软一些嘛。你看右边有个人，他吃个苹果。你要过来吗？没射到，哎，他要干什么呢？他看到我就跑，你跑什么？他应该是有珍珠的吧？要不然他怎么可能会直接跳去？哦，他直接跳虚空了，这，估计是梦珍珠扔偏了。他人呢？他人，哎呦，要吓死我！天呐，哇，幸好装备比较硬，天呐，幸好装备比较硬，哇。我刚被连到天上去，真的感觉好爽啊！那么就剩他最后一个人了。哎，是哪边？天哪，他人去哪儿了？还有15秒刷箱子，没事，到时候就是指南针了啊！哎，没有啊，都先放起来了啊。后面没有人来追我。啊，他在这边，他放起了 TNT。哎，你放 TNT 干什么呀，小伙？小伙，你放 TNT 干什么呀？来，我们看，我们准备搭过去了啊。这个不好搭呀，但是，哎，等会儿啊，我想到了，我先压制一下。操，这都射到了，射到了啊，17.4滴血。来，放桶岩浆，哎，看能不能射过去。哎，这怎么射到他了？这，我是射是 TNT 啊。这，为什么每次都能射到他？这，天呐，不要挡我的箭呐！我射的是 TNT 啊，这，啊，又没射到，奇怪了，啊，又没有，箭呢？哦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哇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GG，爆炸了，GG，OK，那么今天空岛战争呢，就带大家玩到这里，那么是感谢大家全程关注。那么也是记得订阅一下游顺的频道，关注一下游顺的微博以及推特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先这样，各位拜拜。